是郑先，现在来玩快问快答。我叫郑先，好傻好天真，吃牛肉可颂，你们好搞笑，谢谢，爱你们，幽默好风趣，每天喝咖啡，某人爱吃醋，超级好看的。我们的《机智职场生活》就快要播出了，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们的全新一季，请记得锁定 LINE TV， 爱你们哦。